开来看，均价五块左右的大圆盘也有平替了。这个 CD 盒每套均价才1.22，盒子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雷射光盘。对比之前的大圆盘，性价比更高不说，可玩性也更多了。孤人物贴纸不可少的就是点缀的贴纸，小魔女卡卡的装饰贴纸真的可以满足孤卡人的各种需求了。这个质感居然真的只有22。今天的人物贴纸真真也是平价贴纸里的战斗机，一包不到42，人物贴、打底装饰贴、背景卡它都有了。人物设计和配色也是高级感满满。浅估一下试试吧。